有韩国媒体爆料，韩国知名 MC 姜虎东将加盟中国综艺，具体主题拍摄时间未定。据悉，这档中韩联合制作的综艺节目不仅有姜虎东，还有 Super Junior 组合队长利特，利特是主要参与嘉宾。另外每期嘉宾则会有 XO、李光洙、安宰贤、少女时代等。而随后姜虎东所属社 SM CMC 对 Olsen 表示，姜虎东的确将担任于7月9日首播中韩合制综艺节目的 MC，但是目前节目的主题还没有确定，现在距离播出还有一段时间，第一次拍摄时间和其他具体细节还将继续讨论。据悉，这档节目韩国明星的部分都将在韩国进行录制。